想要吹吹冷气哦。我同意。哎，可是伟伟，你知不知道冷气机是怎么把室内的热空气变成冷空气的？低温是液态，高温变气态的冷媒如何在冷气机里变身？冷媒吸的热最后跑去哪里啦？气冷和水冷的冷气机差别在哪里？做好冷气机的清洁工作，不但健康，还能省电哦。请锁定这集《生活里的科学》，带大家一起认识冷气机的变温术。机器人，机器人，我好热哦，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吗？是的，公主，我有办法让你一秒变清凉。太好了！看我的消暑魔法，让你凉到翻。凉到翻翻翻翻，好好好好好好，太好了！麻烦你们看。哎呦，王博远，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啊？我的公主，她不就是想要一个清凉感？你怎么让人家整个都结冰了 ？Sorry， 一下子好像有点太重了。可是同学们，为什么机器人会让公主结冰啊？想一想，想一想，为什么机器人让公主结冰？答案是 A， 机器人喷出干冰 ；B， 机器人喷出冷媒 ；C， 机器人的结冰神力。生活不思议，科学让公主的脸结冰。Sorry， 啊，博远，为什么我公主的脸它会变成这样结冰的？我觉得你这个机器人有点怪怪的。我这个机器人很神奇。这边怎么这样冰冰的？冰冰的。哎呦哎呦！你用了冷媒哦，难怪我公主的脸会变成这样。对啦，其实这个是我们上次介绍冰箱特辑的时候实验剩下来的。我记得了啦，因为冷媒它的温度极低，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你刚刚喷出冷媒的时候啊，我公主的脸当然会瞬间结冰咯。哎，老师教的你都没有忘记，其实蛮厉害的耶。同学们知道答案了吗？答案就是 B， 机器人喷出冷媒，你们答对了吗？对的。哎，伟伟，那我再考考你哦。冷媒时常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哪些常见的电器里啊？哦，冰箱。哎，对，可是冰箱我们上次介绍过了，除了冰箱之外，还有一个你最爱的。哦，电风扇。不是。哎呀，我知道了啦。冷气机 ，Bingo，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冷气机。不过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呀？冷气机里面的这个装置，它们到底是什么啊？都可以让我们吹出这个凉凉的风。对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现在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冷气机的科学原理吧。嗯，科学充电区，冷气机的运作原理。谁是冷气机制冷的大功臣？是我，冷媒。在室内机的冷凝管理，我是超冷的液态冷媒。当室内热空气被吸进来，我会吸收热空气的热量，让空气变凉，再让风扇把冷风吹到室内去。可是热吸的太多，我变成气态，只好出去透透气啦。来到室外机，散热风扇会帮我吹凉，等我降温后再进压缩机变身。哈哈，现在我又变回超冷的液态冷媒，继续把室内热空气变凉风，让冷气机称霸整个夏天。哦，原来冷气机会成为大家夏天的最爱，全是靠液态冷媒的帮忙，将室内的热空气转换成冷空气，才能让我们吹到凉凉的风。是啊，液态冷媒真的非常努力吸热哦，热到啊都已经从液态冷媒变成气态冷媒了，到最后啊都还要靠散热风扇还有压缩机的帮忙才能够变回液态，继续坚守岗位哦。真的耶。嗯，那不少的同学们，你们明白了吗？不明白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超级简单明了的实验，来模拟冷媒是怎么把室内空气变冷的吧。好，科学探测区，液态冷媒如何将室内空气变冷？耶，做实验。是的，现在我们的实验装置就是要来模拟冷气机是怎么把室内的热空气变冷空气哦。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中间的，就是我们冷气机的主机啦。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室内的空间，也就是房间啦。是的。好，那我从风扇这里呢用这个打气筒打气进去。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温度计呢来看一下现在室内的温度有几度，数字会说话。几度？现在是25.5度。好，那微微，我们现在要开冷气了哦。OK。我们是用冰水来代替冷媒。好，冷气打开喽。
来，接下来呢，我也要开始慢慢的把我们的热空气打进去。现在冷气已经打开了，同学们你们看哦，冷媒现在透过冷气机里的冷凝管开始吸热，就会让原本室内这些热空气开始降温，变成了冷空气，再借由这个管线传出来，就变成我们吹到的冷冷的冷气咯。你们再来看看现在的温度变几度啦。好，现在的温度也持续的在下降。哎，你们看，现在23.9度了。哎，同学们，所以这样子知道了吗？为什么冷气机可以让热空气变成冷空气？这就是原因哦。哎，伟伟，我们才这样子用一下下而已。哎，冷气才开没几分钟，就已经变成23度。你看，我们的冷媒只是用冰水代替而已，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所以液态冷媒的温度这么低，那它不就是效率超高的吗？真的。哎，可是我们现在虽然学到了怎么把热空气变冷，可是我们的液态冷媒啊，它不是一直努力吸热，然后就变成气态冷媒了吗？气态，它又怎么样才能够再变回超冷的液态冷媒，然后这样子循环运用，循环对不对？这我也不太清楚哎。嗯，那我们就来问老师。好哎，老师，我们有问题。变热的气态冷媒怎么降温变回超冷液态冷媒？冷凝管中的热冷媒降温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气冷式，用冷空气不断的吹袭冷凝管，让热冷媒降温；第二种是水冷式，用冷水不断的接触冷凝管，让冷媒降温。梅老师好。好，你们四位好。Hello， 突然出现了，你们两位来了。我们家里很热，这边凉多了。我们刚好啊，就在实验模拟冷气机的装置。可是梅老师，你刚刚有讲到气冷、水冷，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啊？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个图卡，好不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卡，这就是所谓的气冷跟水冷的一个简单的图卡。好，那易君、庭轩，你看看这两种冷气，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呢？这两个内部都一样啊，外部的话就不一样。我看一下这边，你们发觉冷空气是不是从这风扇进去？对，这里面的热冷媒就是靠着冷空气的接触降温，就是气冷式。那水冷式呢，是利用什么？是利用水，再利用风扇直接把它接触到我们的这高热的这个冷媒管，所以让冷媒降温。那老师是哪一种的降温方法会比较快啊？哪一种比较快？那你们认为呢？我觉得是水冷的，因为每次经过餐厅，大家都会喷水雾，就感觉很凉。我也觉得是水冷的，因为有时候马路开热的时候，会有洒水车出来洒水，就变凉啦。哦，都是常见的方法，而且真的变凉哎。是，究竟哪一个比较厉害？那我们做实验来验证一下。好，我们来做实验。科学探测区，水冷式 VS 气冷式，降温效能比一比。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桌上的这个装置，对不对？我们前面已经了解了，我们叫做水冷式跟气冷式的冷气机。是。那它的冷媒呢，在经过室内之后，是不是吸热了？对。就变成气化之后呢，它变成高温。对。那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把它的温度降低？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设计。好。好，那我们这个实验装置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上面这个杯子，等一下要装的是冷媒热水。这个热水就是模拟我们高温的冷媒，气化的冷媒，对，气化的冷媒。然后呢，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冷管？对。那这个冷凝管，等一下我们要用所谓的空气的方式去吹它，这就是对，这叫气冷式。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一杯冷水，等一下我们要模拟用，我们用水冷式的方式来处理。最后看看这个储水杯里面它的这个温度的变化是怎么样？哦，这样就可以知道冷媒它是不是被降温了。对对对，没错哈。好，那我们先测试一下我们的什么这个。热水瓶里面的水的温度已经被气化了的冷媒，对，我们用这个高温的这个温水来代表被气化的这个热冷媒。好，现在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好，现在里面是37.9度，对不对？好，那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37.9度的这个水怎么样，当成我们的已经这个温度升高气化的冷媒，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把它倒在杯子里面。OK。老师，你的装置比我和伟伟刚才那个豪华多了，真的，对，差不多哈，这是一个模拟的概念哈。来，现在呢，我们现在啊，把这个温度降低，所以现在慢慢的看它，29、23，慢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室温的冷水，把它放进去。哦，它就会马上变室温了。我迅速的降温之后呢，它变成25。好，
啊，其实温度因为现在有这个冷气，对，它可能温度稍微变化一下。好，23.8度。23.8度记起来哈。好。这时候呢，这个温水的把它加进去。可是这时候我们同时要启动什么？启动我们的风扇。好。那交给一军。好，一军，麻烦你就放在它的正上方。现在等于说我们的气冷式的风扇已经启动了。是。好，这时候我把我的温水加进去。好，庭轩，我们一起来观察。好，最后我们的温水会经由我们的冷凝管，对不对？直接进到什么？进到我们的储水杯。哦。我们只要测试储水杯的水温，我是不是就了解它们之间的温度的差异？对。就代表我们气冷式它在降温时候它的效果是如何？哎，刚才你们说那杯温水是37.9，37.8还是37.9，对不对？对。现在我这边量了，变成31.1哎。对，哇，降这么多，老师，这就是气冷式的效果。老师，这是气冷式的效果。哦，好，我们看起来好像气冷式比较好，对不对？对啊。我们重新再把这个实验操作，我们改一个方式。室温。好，倒回去。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试试另外一种。对，我们测试一下水冷式的。是。啊，实际上这个装置可以重复的使用哈。好，这时候呢，厉害的设计。我们现在的这个水温现在是到24.3，刚才现在差不多，对不对？好，我先把它倒到我的冷凝管里面去。好，这时候我们发觉冷凝管整个被我们的冷水包住了，反而是放在这里的。对，那就模拟我们的水冷式，用冷水去碰触我们的热的冷凝管。哦，好，同样的，这时候呢，我们已经不用测了，这个保温瓶已经告诉我们37.8，对不对？来，我一样。这时候开始，1、2、3，好，倒起来。好，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热水是不是经过我们的冷凝管，然后呢旁边是冷水，对，慢慢的流出来。所以说气冷式它其实就是对着冷凝管一直吹气，对，一直吹气，吹冷空气。但是水冷式的它就是用冷水跟冷凝管互相接触，或者把它打成水雾的方式，那效果会更好。其实我们也发觉它的流速变慢了。对对啊，流速变慢其实就代表这个在冷凝管里面的水的温度降得很低。我们现在是25度哎，25.1哎，嗯，差不多啊。所以发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的大。对，我们利用空气的方式去冷空气去吹它。第一个，我们马达要运转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它的效果并不如直接用冷水去碰触它效果来得好。所以这个实验结果，你们发现哪个比较厉害了吗？水冷式的比较厉害。对，没有错，没有错。那老师是可以把水冷跟气冷合在一起，这样不是更厉害？其实现在呢，我们目前比较常用的这种所谓的水冷式的冷气机，其实里面已经有气冷的一部分了。嗯，就是把我们的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杯子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冷水一直碰触着我们的冷凝管？对。所以小剂量的水一直碰触着我们这个冷凝管，它是不是不断的吸热？对。这个水的温度也会上升，它的效率就会变差。对啊。所以现在的做法都是啊，都是把我们的冷水直接把它打成水雾，用水雾去碰触我们的这个冷凝管，所以它的效果会更好。哇！那既然水冷式的那么厉害，而且又省电，那每个人的家里装水冷式的不就好了吗？这个想法是不错啦，可是我们都晓得，既然是水冷式的话，它一定要有很大的空间，要冷却的水塔啦等等的，对，所以大概都是在办公场所啦、卖场啦、工厂才会用到。一般我们的家庭里面一个空间比较小，对，所以我们大概都是用传统式的气冷式的窗型啦，或者是分离式的这种气冷式。哦，老师。那现在有一种冷气啊，叫做变频冷气，它强调的是说可以节能省电，为什么啊？好，我来说明一下，其实我们传统的冷气呢，它只有两个功能，一个叫做运转。一个叫做停止，是当我们设定的温度到达什么到达这个温度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可是只要室温突然温度慢慢回升，它是不是就开始运转？对，所以它的运转就是全速的运转。哦，那我们的变频冷气呢是另外一个功能，我们加装一个叫做变频的什么一个转换器。对，就是说当我们的温度设定只要稍微超过我们的这个温度设定的时候，它就开始运转了。所以这时候的运转并不需要全速的运转，所以这时候呢，第一个噪音会比较小，浪费的这个电力也会比较少。对，这样子变。好聪明的冷气啊！不只是冷气很聪明，你们也要学会如何聪明的来使用冷气机呀，这样子呢，才可以达到冷气机它最好的一个冷房效果啊。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正确的使用冷气机有哪一些必须要注意的方法？我知道。好，你说。少开关窗户，然后减少让冷气外流。哦，这不错。我也知道。嗯。像是可以把电扇配合冷气一起使用，可以增加室内空气的对流。我可以提供一个，像是变频冷气，现在有这种睡眠设定，这样的话我们设定起来也可以有省电的效果。我倒是知道一个，就是比较小居家的，就是如果说我要离开室内的时候呢，前10分钟我就先把冷气关起来。很像你会做的。对
就是还是环境凉凉的。对对对对对。好，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冷气的时候，还是要有基本的一个使用的习惯，就是室内的温度超过什么？超过28度，哎，我们才使用。大概在28、26度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这。 就 OK 了，超过我们再用。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调查，就是说我每增提升，假如说提升1度C，我需要降温的时候呢，我的电费会增加6%。啊，这个电费耗损是非常多的。真的。对。而且像冷气机啊，其实它定期的清洁保养啊，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如果我们都有确实的做好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冷气机呢延长它的寿命，而且更省电。哎，如果清洁保养很重要的话，那这个任务就交给家事女王，很有心好。 男人来教你们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谢谢梅老师教了我们这么多有关冷气的知识哦。是的，那我们一起来谢谢梅老师。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冷气机的清洁保养任意门。冷气机保养任意门。何源，你为什么要这身装扮啊？哦，我啊，想要赶快跟上你的脚步，当一个新好男人。哇，好棒好棒。 我跟你说，冷气机的清洁跟保养其实也是很重要哎。如果说啊，家里的冷气1年到2年都没有清洗，可是不断的在使用的话，竟然会变成这样哎。耶，你看好多。 灰尘、细菌、霉菌的，加恐怖。对啊，因为我们室内的空气被冷气机吸进去之后呢，会在管线里面绕一圈，然后再放送到房间里头。哎，这个时候里面如果都是灰尘啊、尘螨啊、细菌的，它又被放送出来，我们不就全部都吸到身体里了吗？对，真的哎。所以啊，同学们也要提醒爸爸妈妈，其实我们的冷气每2年就要做一次大清洁哦。对，因为里面的管线啊，我们都是碰不到的，所以。 还是交给专业来帮忙喽。没错。可是我们平常的保养跟清洁应该怎么做啊？哎呀，这个很简单，跟着我的步骤走，你们就知道喽。嗯。如果我们要清洗家里面的滤网的话，每个月都要清洗哦。怎么清洗呢？你们看，首先我们先将插头拔掉，接下来把滤网拆下来之后，用清水清洗，晾干了之后再装回去。 滤网里的散热铝片，我们每年都要清洗哟。怎么清洗呢？你们看，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支不要使用的牙刷，还有吸尘器，将散热铝片的灰尘刷下来，再用吸尘器吸，刷下来，再用吸尘器吸，一直重复的这个动作，将散热铝片上面的灰尘都吸干净的话，这样子就可以喽。 哇，你好厉害哦！各位同学有没有学会呀？哎，可是啊，新好男人在这边要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就是如果在清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冷气机的插头拔掉，避免漏电会发生危险。是的，没错。可是啊，这项任务现在对同学们来说可能还有一点困难。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负责来提醒爸爸妈妈们要做好冷气的定期保养哦。是的，除了可以提醒爸爸妈妈之外，现在各位同学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发挥。 伯恩哥真是小气，害我阿公一样舍不得开冷气。哎哎哎哎哎，大老远的就听到有人在讲我坏话，你说什么？我才不是小气，是节省。哎呦，伯恩，你看啦，你的形象哈，包装的多好，大家都知道了。不是，哎，我不是忘记，我是故意的，好不好？哦，故意的，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就是要来考考你们啊，你们要来想一想哦，除了运用一纸神功来开冷气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享受清凉啊？对呀，两位伯恩哥哥啊，他是用心良苦。对嘛？我们就是要来考考你们啊，室内有什么可以散热的好配包。 等一下，我们是采取积分制的啊。对。如果说呢，你们想到一个配包，就算是1分。对。那如果分数越高的人呢，他就是今天的科学创意王喽。没错。好，准备好了哈。嗯。好，答题开始。要打开窗户。好。哦，这可以。打开窗户，哎，不错哦，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室内空气的对流，哎，不错不错，好，1分。一军，人家1分了，你有吗？嗯，可以在室内里面。
放储水桶或是一桶冰块。哦，一桶冰块，因为水啊冰块它们会吸热，吸完热之后环境周围的温度就会降低。哎，也是不错的方法。一分。我记得我妈妈说用清水来拖地很好用哦。清水拖地可以降温，很好。两分。一君，我家的车子每片玻璃都有隔热纸，那如果贴在家里应该会蛮有效的吧。嗯，感觉贴隔热纸蛮有用的。好，两分。接下来庭轩没有了，情况激烈，没有了啊，没有啊。阿姨觉得我想不到，想不到了。什么？现在是一个平手的状态。对啊，两个人不分上下哎，所以真的，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吗？没，我想到一个了。怎样？现在你们刚刚讲的这些办法都这么棒啊，我们可以来看看哪一个方法最管用啊。好啊，我们就实际的来测量看看吧。嗯，耶。刚才啊，我和伟伟讨论了一下，发现啊，让室内外通风，以及就是放冰水啊或者冰块这件事，大家比较有经验了。是。所以啊，我们就决定，只要拿这个隔热纸，还有在室内拖地两个来实验看看，看看到底哪一个效果比较好一点。对的。好，那就由你们先吧。我们先吗？对。OK， 那我先来量一下，我这边刚才已经让它稍微用灯让它晒一下，这样子给你们看。32.6度，好像太阳晒一样，超热的。是不是很热？好，我要来了，预备 ，Go！ 这样子，哇，27.1度，也差太多了吧？真的假的？真的，差了5度，好强哦！哦，真的耶，很成功。好，那刚刚我们这边，我们就先呢来看看一般我们家里面这个瓷砖，我们看看它现在几度喽？好。现在是28度。哦，瓷砖真的都比室内还要再更冰。对，那这个已经湿的，对不对？对。好，庭轩来拖地喽。拖地了，好乖哦。好了，好，拖完地了，我们直接再来测。哦，26.9。哦，两边的降温效果都很好哎，我们这里就有差了1.1度，对不对？我们这边可是差了4.5度哦。哦，好厉害哦。哎，不过我这里啊还可以提供一个小办法哦，像是啊我们在拖地的时候可以同时用电风扇吹，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让温度更低，而且还可以帮助家里面的这个通风循环哦。是啊，虽然检测完的结果哈，我们义军是略胜一筹啦，可是两位竟然都有办法可以让室内的温度降低耶，所以两位都是降温创意王。耶，成功成功。既然说到拖地可以让室内温度降低，对啊，反正现在也是没开冷气，不然我们大家一起来拖地好不好？好啊，好，你们两个帮忙。是的，乖孩子。哎，对了，我们去拿水桶，我们来帮忙，我们来帮忙。好，哪里有一个人呢？哪里有一个人呢？难得我们实习生这么热心。对啊，好棒哦，真好。不对啊，嗯，厕所不是在那边吗？他们去哪里拿水桶？他们该不会走了就不回来了吧？你们两个。好吧，同学，生活里面有什么有趣啊？我们来科学嘞！生活里的科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我们去找他们，把他们抓回来，走。谁是冷气机制冷的大功臣？是我，冷媒。在室内机的冷凝管理，我是超冷的液态冷媒。当室内热空气被吸进来，我会吸收热空气的热量，让空气变凉，再让风扇把冷风吹到室内去。可是热吸的太多，我变成气态，只好出去透透气啦。来到室外机，散热风扇会帮我吹凉，等我降温后再进压缩机变身，哈哈，现在我又变回超冷的液态冷媒，继续把室内热空气变凉风，让冷气机称霸整个夏天。